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虚拟资料最新玩法，一两天啊就可以见到收益，每天能变现1000以上，项目无门槛，零成本。啊，有很多人认为一个月赚10000就够了，实际上每月赚10000并不难。啊，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实现这一个目标，主要是缺乏明确的方向。啊，大家看看，只要能获取足够的流量，就能转化成收益。本期啊课程会大家讲解小红书卖幼教资料的这个可实施性啊，还有具体的操作方法、变现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操作流程、实操演示以及如何引流变现都有详细的讲解。4节视频课还有收益数据，我来看看，一天的收益啊，入手1000，这是信息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学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小红书虚拟资料，就可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